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快做完汤给他暖暖胃吧。所以那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裙带菜可以泡发十倍的，所以只烧一点就够了。牛肉切丁，裙带菜切断。锅里来上一点香油，炒熟牛肉，放入裙带菜，继续翻炒。等到牛肉变色，加入清水，只需要一些简单的调味，海带就很鲜美啦。富含钙质，还不会发胖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